然后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哈，可以让大家在这里播放。好，上午。这边是我们同事哈，他当时的公司大概总共30年前弄起来的。哎。他把一些哈过往的一些资料哈，其实放在这里，搞不好哈有一些媒体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合适的机器可以播放了。啊，所以他有点，反正像是做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，让大家知道。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是哪里找这个去打拖这个比较长线，没有历史博物馆，在电影博物馆，电影博物馆。那在图书馆里面可能已经没有合适的地方放这些东西，所以那天谁在讲说电脑档案可能未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每个时代它可能所用的格式就会读不出来。那个到时候未来怎么样保存这些资料，其实是大的学问的。就巧吧。电影博物馆你知道哈、爱河那边，好，那边就好多。海上几块这种哦，看起来就很有历史性。嘿嘿嘿嘿。我就说，让那些小孩子啊，那种6、7年级的小朋友，搞不好不知道。哎、没看过、这个东西，我们是小时候也看过。对啊，大概就是。